我的茂宁。这是装的柜子吗？是啊，装的柜子。要不然昨天咋没播呢？他要上别屋装柜子，我就播了。我们不能把这铲子浪费了啊，我们得充分利用这个铲子。会给钱的，没事，别急。会给 money 的，你最多就三件装备，不会再给你再多了。除非啊，你是欧洲人。我靠，哎呀，这不好锁呀，兄弟们呀，这可不太好锁呀，这给了个这么个玩意儿了，我的妈呀，我是欧洲人，我摊牌了，我摊牌了。我不装了，有铲子就什么都可以玩，其实就会有很多种选择。斗士啊，可以拿一只。能不能把滑板鞋杀了？这
在这待。斗士大树能干嘛呀？能玩猎人，可我不想玩猎人。后期要卖你也得顾，你也得就是，是怎么说呢？你也得说制定一个阵容，你来拿装备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后期要卖的话，你也得现在就得制定阵容了。要不咱玩个狐狸呀？啊？感谢秦二狗的提款机。看装备，这装备不咋都能玩吗？我其实挺喜欢玩，挺想玩那厄斐琉斯的。法宝不给我就上春哥，春哥大树，我还需要一个斗士。这波不升级应该也能赢，我不升了吧，我就不升了。像我这么肉的，一般赢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太肉了，虽然没有虚区，但是只需要肉就行了，肉就可以把他们给肉死。就你叫厄斐琉斯啊？我这棍儿准备放啥？棍儿放点手办啥的呀？或者哪个什么广告金主爸爸给我整点，给我整点赞助啥的，我就是放后边呗。上来就有个要玩瑞文的呀，上来就合着玩了啊！你真行啊！想跟我大树打，哼！给我掏他！不行，撇了吧。
我还是想念我三星狐狸那把。哎呀，真气人呐，那把呀，是真气人呐。哎呀，输了，这能输啊？这他妈，这个我输了，这挺烦人呢。我还寻思我这福星差点钱呢。大树直接切后排了，应该能打过这波，应该能掐点钱了。嗯，这银马卖了吧，打钱了。你们就说这腰子有啥用？我感觉他一打一他都打不过这塔姆，他能有什么用？你说要这两个，这波实在不行拿这个吧。还四费卡呢，可以，我留了这腰子平 A 挺痛的，根本就没用。那四费的卡就这就这水平，我升他我都不如升个沼子哥。
还掐钱不？算了，不掐了，放俩秘术搁后边。玩厄斐琉斯啊，这个月神你怎么玩啊？哎，我那天看个视频，那厄斐琉斯打塔姆带那个实现鬼板甲的，不掉血。就真就是不掉血，那是 bug 吗？现在还能了吗？格挡加上实现鬼玩家，他 A 的人多呀。那是因为没带巨杀，带巨杀了没用，不掉血。现在不能了是吗？我给你们找一找那个啊，那可有意思了。无限炮台。啥地儿看的来着？挺早了看的来着，可能不一定能找得着了。我们需要蓝啊、哦！现在需要个蓝。如果是玩狐狸的话，死得很痛快。成型了呀，我这一看，把大树撇了吧。还得是这猴啊，小刷一手。我现在看着这玩意儿了，我就害怕。给我吓坏了，这都。
炸一手。再炸。没咋掉血呀这。哎呦我这爱射不起飞了吗？但很可惜我们不需要爱射，可惜了呀，可惜了可惜了。狐狸打假赛了，刚才我看见了，好像是打假赛了。锤石放后边，塔姆盖伦往前放。这也太苦了。剩一个二星的狐狸啊，不对，剩一个二星的瑞文。我需要点蓝，现在没蓝放大。我要早知道我有爱射天选，我就不卖的豆子，挺难受。我就拿那爱射装备了，正好给我俩大剑，挺好的。哎，但是这都是马后炮了，这都没有用了。这都是在放屁。唱一首老母鸡啊。现在天选最好能给个秘术啥的，或者其他的我也能用。不是吧，要破产了。什么破产？造啥急呀？你造啥急呀？我都不急，你急啥呀？这都臭弟弟，越往后打越垃圾。我马上50块钱，我起飞。我们一手精致的连败，能在这种情况下精致连败已经非常的无敌了。小伙子，不上青龙刀吗？别急呀，我急什么呢？
有些兄弟啊，就是性子太急了，没能咋地呢就开始急。我这还有个妮蔻，我都没说话呢，给我个天选狐狸，我这咋这么多大剑呢？给这么多大剑干什么玩意儿了？嗯？我都不着急，你说你急什么呢？插一首秘术哈，插个腰子，插个老头或者是腰子。啊，那这就不差了。这居然没打过这人，不应该呀、啊！盖伦可以换一个，盖伦给他换成御剑仙呢，整个莫干辣可以。要我再递两手，我这前排好像不是那么很厉害呀。这玩意儿给谁呢？那没得给呀。给蛇不行，给个蛇。这也没啥刺客呀，我这一看呢，这把，你们觉得三星狐狸狠不狠？嗯，看看下轮给几块啊？给六块，我们可以小祭他一波，再祭一波。好，下轮刚好二十块。打这边儿，又换房子了，换房子了，行不行？唐臣一品，我们吹左边炸右边吧。基本上都是有水银的，不好吹，你知道吗？这厄斐琉斯确实是行，那这波就吹右边，炸左边，吹失败了，哎，还不如吹的积木呢。
给我炸！1880，送你回到家。为啥你的狐狸的虚区这么低？我哪知道啊？这我哪晓得呀？这厄斐琉斯怎么无敌了？哟，咣！他的伤害根本就不够，伤害太低。拉酒吃鸡，拉什么酒啊？我这狐狸升山的局儿，我要拉酒，我不精神病吗？这龙刀给谁呀？毒蛇，全力需要给大蛇吧。行，大蛇这把升山也能赢，这一个瞪就死一片。这吹谁了？给谁吹起来了？给露露睡起来了，露露啥也没干，死了。吧，这禁夫好像有点不像人呢，这禁夫啊，这禁夫咋这么猛呢？哎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天！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再来一只大蛇，跟着狐狸，全体起立！这大蛇放前面行不行？行。三星禁夫搁哪呢？搁哪呢？谁呀？吓我一跳。
刷新桌面。我并不知道拿什么装备呀、啊，这电刀，电刀还能加点蓝量。三星瑞本谁呀、啊？刚才他三星瑞本啊？啊，刚才那人三星瑞本呢？就这水平啊？三星瑞本，老母军呢？给我来一只。电刀莫干辣，属实有点拉胯。啊，这儿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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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星瑞文这怎么吹呢？左三角，那我就是右三边能吹得着呗，那把它吹了就完了呗。再见。再见，小伙子。不好意思，把老母驹给他整起来。进夫啊，进夫放在了，这是这几格呀、啊？这是啊，一二三四，我放左四格呗，一二三四，这是不就能吹起来了？啊，拿了好多。把他队友全杀了，进夫也只是一个屁，也只是一个屁，明不明白？一个屁，进夫而已嘛。你别给我出 bug 啊！你别给我出 bug 就行，别的我都无所谓。你别给我整个 bug， 双杀了，兄弟们，拿下。一波所言无味的吃鸡，生个小钻石，